欢迎来到猫五郎的频道，又跟大家见面了。在这一个系列的视频中，我将会跟你分享我在2019年去日本濑户内国际艺术季春季展期的行程。这次是直飞日本的高松市，机场出来就会有来往市区的巴士，沿途会经过高松市区的主要地标，比如说是栗林公园、中央公园前、JR 高松站等等。时间基本上都会配合出发和到达的航班。说起来，这次已经是第3次来濑户内海地区和高松了。知道了，在这边有一个3年一度的国际艺术季，那么看到了很多从2016年那一次艺术季留下来的作品，也就早早定下了2019年的这次行程。上2次来的时候还没拍视频，不过也拍了很多难忘的照片，让我发现了濑户内海小岛那种宁静和孤独的美感，还有与众不同的艺术气质。而说起濑户内海，我记得我最早的印象是来自2011年《给桃子的信》这部电影。濑户内国际艺术季，顾名思义，就是把濑户内海的各个小岛作为天然的展厅，来呈现当代艺术的国际艺术节。每3年举办一次，第一次在2010年，2019年这一次是第4届。濑户内海的岛屿主要包括了小豆岛、直岛、丰岛、全岛、男木岛和女木岛等等。其中小豆岛虽然有个小字，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岛屿。因为现在艺术季已经挺有名气了，所以在艺术季期间，高松的酒店要提早预订才会有比较好的价格。据说很多时候到了半个月前就基本会满房了。这次预定的是高松大和鲁内酒店，也是一家连锁商务酒店。房间面积在日本来说也算可以了，大一点的箱子也可以完全打开。酒店的位置对于吃饭购物来说是非常不错的，楼下就是高松晚归町和南新町商业街，也基本上算是高松各种商店最集中的地方。不过离 JR 高松站和高松码头就有点远，走路大概20到30分钟。酒店楼下有一家超市，可以说是足够方便了。不过记得晚上9点就会关门。相比于到处都有的便利店，那么在超市呢可以买到更多的水果。当然，在这里也有一些基本的海鲜刺身和寿司等等，是去餐厅吃饭之外一个很方便的选择，价格也是比较亲民。如果是住带厨房的民宿的话，不要错过这个肉类的冰柜，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和牛。第一天的晚餐，我们选择了吃高松的一种美食，叫做古腹鸟。这家在酒店附近的餐厅应该算是吃古腹鸟很有名气的了。其他古腹鸟的餐厅都不用等位，唯独这一家要排队等上半个小时。古腹鸟其实就是烤鸡腿，鸡腿烤之前先腌制过，烤的火候也不错，鸡腿很嫩很多汁。不过可能是个人口味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中餐的烤鸡腿会比较好吃，尤其这个古腹鸟也太重口味了。吃完饭的时候也可以在酒店附近逛一逛，高松当地人和游客都不多，购物跟逛街都会有很好的体验。第二天正式开始了这次的艺术旅程。高松站的外表真的是萌萌的，今天我们先要去兑换艺术季的通票和船票，在 JR 高松站往码头方向走，就可以找到艺术季的综合服务中心。关于艺术季的一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帮助和答案。在这里也有一个官方的纪念品商店。高松港码头有好几个坐船的地方，基本上可以分成大船和小船，大的渡轮在另外一边，而画面看到的这里是专门坐小的高速船的，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去错了码头而误了船的班次了。今天我们要去的大岛就只有高速船。春季的展期确实人不太多，据说到了暑假的夏季展期，每个班次都会有很多人排队，而且会有满员上不了船的风险。大岛离高松港很近，再加上是高速船，不用半个小时就已经到了大岛。 大岛虽然有个“大”字，但其实是一座曾经被人遗忘的非常袖珍的小岛。从南到北，最长只有 7.2 公里。登岛之后，最好留意一下最后一班船的时间，提前计划好行程，免得错过了返程的班次。原来大岛在很多日本香川县当地人中也是没有什么存在感。如果不是艺术季的话，相信大岛还不会有什么人提起。 但是大岛原来有着很沉重的历史，因为它跟麻风病联系在一起。大岛从1909年开始，一直被作为麻风病的强制隔离岛，一直到1996年。不过，曾经有着沉重故事的大岛，现在用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游客面前。 濑户内国际艺术季的很多展品都会设置在原本的民居里面，在大岛这里就利用了原本疗养院的宿舍。现在看到的是来自艺术家田岛征三的清空水族馆，他想把海底世界搬到陆地上来。 而清空水族馆创作的构想是来自于人类的污染破坏了船只和各种水下生物的空间，尤其是导致了美人鱼的迁徙。所以他的作品也用了很多海滩能够捡到的杂物、废木料和坚果等等。在参观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在通票上可以盖纪念章哦。接着，我们来到了由亚萨西美术创作的《海之回声》。作者说，这是一艘岛上唯一剩下的木船，希望观众可以触摸到大岛的回忆和居民的生活证明。 而山川东树的作品，则是想让大家跟随着一位诗人的脚步，去感受在各个地方拍摄的图像和收藏的物品。接着，我们要到山上走一走。 来自红池朋子的作品有点像带着我们做行为艺术。他的作品名字叫做 Lingu Wanderung， 是来自一个登山的术语，表示在不知不觉当中在做原地转圈，也借此让我们体验了一下在大岛北部的这一条 1.5 公里的环形登山道。 途中还可以俯瞰到大岛和濑户内海的景色。在大岛的中部位置有一个小小的商店，在这里可以适当做一些补给，卖的东西还挺多的。 可以看到，大岛这里真的是很少人，也相对其他热门的小岛，这里没有太多的游客过来。大岛上面没有餐厅，那么刚才小商店买的食品可以拿到海边这里野餐。好了，今天的行程就分享到这里，下一集将带大家到男木岛和女木岛逛一逛。 希望你可以继续支持我的濑户内海行程的视频，当然，希望你可以按赞支持和分享影片哦。喜欢我分享旅行影片的朋友，也记得按订阅啦。我们下一集见。